今天是那个什么平安夜是不是，大家可以记得吃点苹果什么的啊。然后喜欢我的手机用户左上方有一个黄色圆形，电脑用户右下方有个直播通知我。我今天有点太仓促了，头发都没来得及弄。然后就跳一段舞蹈吧。
啊，谢谢这个什么有恨点爱心。听得到吗？我这两天就跟梦着了姐夫一样，这两天总有个叫抹不掉的，什么不只是叫轻狂，还有个叫啥，进直播间我就一遍遍喊姐夫，哎呀，然后他也不理我，这一天真是姐夫呀。谢谢三姐夫，谢谢我谢我哥哥，然后那个大家喜欢小美的点点关注啊，然后那个关注一下婚姻还有下面更多的主播，然后大家不要离开992，下一档婚姻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哦。咋的，儿歌就不能上来了？我看谁喊场控场控，咋的场控还得管这事儿，不让我跳儿歌呀，真是的，你们也太霸道了。那你梦到姐夫了没？对呀，我在上面跳舞，我就看那会儿就喊场控场控，还不让人跳儿歌，真是的。再找一个歌啊。我没梦到姐夫，就天天捣鼓嘛，这不是啊？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，姐夫，今天我跳完舞你跟我回家啊。浪花开呀，我看到海边蓝。
了吗？人家底下穿打底呢。那我下面穿打底呢，没关系的啊。所有的点过关注啊，今天有点比较可爱，是不是？你们不太适应吧？然后大家不要离开992啊，下一档那个婚姻会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然后我就到时间了哟，马上就要走了。亲，妹妹见你跳舞了，刚跳完，我马上到时间了，你怎么来才来呀，小白？今天平安夜，祝大家平安夜快乐啊！记得可以吃个苹果啥的，嗯，没有苹果就。